哎，哎呀，反正闲着闲的，晕晕水。哎呀，这意思意思，可能是把这四个都倒上水了，可能就能激活个任务。这谁的？这还挺多。这个再来点，这也来点，差不多了，还这多。别倒了。啊？玩不玩？咱这要干嘛呀？我没明白呀。我明白了，什么没玩？你先挑了挑两桶，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。你干嘛弄这大桶啊？我不知道干嘛呀。挑水啊，你挑小缸啊。就是，然后呢？你然后，你再然后，你大缸小缸，你不能从我们缸里挑啊。我不干活吗？我不行，都放点吗？从那边弄，对吧？这么多摄像机呢，我们都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跑，累得跟什么似的。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啊？你行了，走吧。对，我不知道规则呀。规则呀，就是干嘛呢？给你扁出来了之后。拿着这个大桶上那边那个河边，快一桶往里倒一下，快一桶倒一下，直到把这缸蓄满为止。不是从这缸里往那边倒，哦，上那边倒都倒满啊。太对了，那不倒那也不一样吗？倒哪里一样？倒那里不也一样吗？倒都倒满吗？那也不能从我们这里快啊，这还分你我呢。多明白呀，我先出来的呀，轮哥二个出来的，说是监工陪兄弟跟着一块跳水。我俩的战略就是，我俩先把这个缸弄满了，然后是干嘛？然后再把我那个缸弄满了，一缸一缸弄。对，弄满了之后才能回去。弄行，你别从我们这里款呀、弄满了才能回去啊。对，那哦，那是不该晕，多新鲜呀！我们这一趟，您这给您来现成的。把缸吗？哥。四个人能把这缸搬到湖边吗？搬不动。可以，把这搬湖边，这不撒了吗？空的，空的，搬空的，把桶放那，往那边盛去。这能搬动吗？我看看。往哪儿？我没明白。把缸搬湖边去，到湖边拿着桶，往里倒，不就满了吗？你管它在哪儿？拿过来不好拿呀。就拿过来了。咱这样吧，哎，咱四个搬着这缸到湖边盛出来，你看怎么样？就是盛出来。那走吧，咱跟装一满怀也没事啊。这好搬吗？这个，我，哎，其实咱四个搬一个还行。万一要让咱回来呢？对呀，就还行、哎。咱俩能搬，这行，那没戏啊，那真没戏。走，咱俩走啊，咱俩走。不行，没劲。告诉你，这缸底下那座难，你要是单独这么一缸也不搬座了。这不是，这底下那座跟它一体的，嘎嘎沉。一体的，不是一体的。不是，分着呢。能抬动吗？你稍微抬，往上抬。现在歪着呢，那个座儿，不行，歪着呢。哦，掉起来了，往里挪，我别掉来了，掉来碎了。没戏，太沉了，这不是普通的。你要是那花盆那么大的缸，那行了，它的沿儿、哎，那我就不至于这样了。你那桶呢？那个轮哥拿去又挑去了，咱现在。那个周老师啊，您过来商量商量吧。您说，这轮哥现在情绪也不太稳定。媳妇，好吧。而且，确实啊，你们那会儿都在缸里边那个相亲呢。然后这桶水确实轮哥也挑特多。现在这桶水咱现在有一问题，再挑满了，咱说给谁？就给轮。对，咱就说了。我刚才说了。对，跟他说吧。咱说什么呢？比如说师傅来了，或者就是老爷来了。老爷来了之后，咱就跟老爷说，这桶水都是人轮哥挑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我轮哥看那桶水怎么着？那个桶啊，好拿。这俩桶啊，一个沉，一个那铁环，勒手。对呀、啊哦，是不是那不行？咱找一油头，对吧？不是，油头就是不是。刚开始挑的时候，我跟轮儿就说好了，我老爷说这个挑一桶，没选他。咱就把这个桶，这个缸再填满了。对呀、啊，把老爷喊来，然后帮着轮儿，把它填满了。咱都不跟轮儿争了，对吧？哥来了，我接一把，给我接哥一把，他身体也不好，你这玩意儿。接一把。哥，来给我。
不够这桶我再帮你接一桶去啊。谢谢兄弟们，感谢各位兄弟老铁。还给我们孩子热的都已经说胡话了都。料，哦，这桶够沉的，有二斤吧。站住！我再帮卢哥挑呗，要挑完一桶，高血压上来了都得。这船是我的吗？我可以上吗？对你的游轮满意吗？不挑水，干嘛都行。我知道，我先给它倒出来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我现在拐了，拐这个。往前滑，我往前招。这样，好，这都让我霍霍成这样了，我得往这边甩甩。有坐船的吗？杨老师。Hello。Welcome to 河边儿。等我会儿，我找你们去。周老师，你的人高马大枪沉，我的船只窄小，哪有河南？哎呦，起风了，起风了，嘿，起风了。我真想划那边去，跟他们待会儿，没问题。划的还凑合吧？以后不干花匠了，就当船夫了。停！哎呀，哥，兄弟，我欠你个情。别说那个，咱兄弟不用说那话。不是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我欠你个情，哥。不用。还差多少？快满了。你划半天了，你给谁划呢？让我练练，估计一会儿有活儿，我估摸着。你看对面，一会儿他们要赢的，去那个中间那个亭子呀。对，让你渡过去。我想上去看看，你行吗？